他动手了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说了，这是他这个女的爸爸。麻烦你报警，你报警，他是要动手的，他这边有录音录像，在这里云墨这边报警。喂，是不是？哎，你们姊妹听到看到了是吧？啊，现在这不是调解的事了，我现在在等着处理结果。派出所正在以寻衅滋事在调查两人属于父女关系嘛？是橙子给他拉下车的。